同学们请看题，2013年的元旦是星期二，问你2012年的元旦是星期几呢？这也是个典型的周期问题啊，跟我们之前见过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它是已知2013年问2012年要给倒回去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又知道2012年是一个闰年，所以2012年有366天，我们要用366去除以7，等于52个星期，它的余数是2。从2012年到2013年是经过了52个星期，余2天。现在要倒回去，是不是要给它减2天啊？那星期二再往前推，星期日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玩转数学。